係咯，咁啊，即係見到琴晚銅價都升3%啦，即係美國銅或者銅礦相關嘅股份其實都做好嘅。咁啊，今日預計即係而家睇到兑現盤啦，咁啊，譬如鋼銅啊、紫金啊嗰啲都即係高開咗。你又覺得由投資者又可唔可以考慮銅相關嘅啲股份咧？即係港股方面。嗯其實如果你話有嗱，頭先正如頭先提到啦，即係鋁雖然吸引，但係你其他商品都唔錯嘅。咁我當然我梗係繼續去支持自己曾經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嘅利是股啦，即係紫金啦，係啦，即係2899啦。咁其實因為就佢裡面銅嘅成分唔少啦，同埋再加埋佢之前曾經盈起嘅時候都發生咗一啲叫做做咗啲 M&A 啦，去買一啲叫做新原材料嘅公司啦，咁變咗礦產啦，咁變咗其實佢係吸引嘅，咁同埋我自己見到鋁價同埋油價咧有少少叫做技術上面啦 ，RSI 係有啲頂背馳嘅，但係調翻轉啊，銅啊、金啊呢啲咧就其實冇乜呢一啲情況嘅，咁所以我如果我用一個追落後啲嘅概念，再加埋頭先講話而家市場都中意追逐啲一啲叫做估值吸引嘅股份咧，咁其實我覺得2899應該而家係開始個動力翻咗嚟嘅，咁可以留意一下啦。即係其實個止賺位我就不斷喺度，即係如果作為喺度就係逐步提高咯。即係如果你話短線嘅，可能用琴日大概10.6左右嚟做你個短線嘅防守支持咯。